你看这个航船启动要开水路要用的，垂头的开水路要用的。它到农历十月十七号凌晨两点左右，通常要先经过慈悲教请求千岁代天行寿，千岁允许，然后才可以烧王船。然后这垂头是要开水路要用的。水壶装水象征开水路要用到了。好，马建，马建。